像我们车行基本上所有的老员工都要去陪 James 提车了。How you feel, man? Tired. Anxious. 好，高阳他们来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去提车的路上 ，James 车神终于要有他的新的座驾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高阳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开车的，James 一起去提车，我们今天一帮人连班也不上了，直接把店撂在那儿，就可见 James 在我们心目中多么的重要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哒哒 ，Thunderbird。这是福克列博。福克列博。对啊。太牛逼了，我操！这啥玩意儿？扣了。请问您马上要提车了，心情如何？你好，很久没有看到 James 这么笑外面比里面安静。车主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尾翼。车主其实是在拍照的那个。说好像有。我操，这是啥？这是泥缸，我操！对啊，然后就可以看后备箱了。哎，神奇的时刻到了，后备箱打开了。是是是。那你以后就每次开后备箱就都得先这么来一步是吧？你可以搞个 quick release。这做的好精致。我操，这还有防滚架，牛逼！哦，哎，这还原厂 Arrow 呢？对呀、啊，啥都有。我、哦、原厂 Arrow 也在吧？就这人啊 ，take 对不对？对啊，就 take 呀。我们看这 sticker， 操，回牛逼！回去得把这 Windows sticker 裱起来，过数一下。表可以了，啥都配了，自零七，就问啥都有没有配置更高的。Harness 都弄好了，要把那个排道杠给拆了。太牛逼了，你这上赛道直接就干 ready 了，现在就可以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去 Greaton， 现在跟老板说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来一趟。我们有钱，我们直接包一天，就两个车一起。就是俩车，看谁快。这洞切的好，你知道这怎么设为多少钱吗？3000。你想着了？你猜这我5000？5000？6900。我咋？6999。
我操！哎，这哎，这不是那个后面的尾翼的挡板吗？是的。对啊。它换成这个了。对啊。换成这个没啥用啊。但它装这个呀。是它那个自行器 package 装不了那个是吗？嗯，没错。不，它是那它车间换了普通自行车。对，他还买了一个这个装上去，配合这个，哦、就是嘛。我这当 force 一脚油下去，前轮能翘起来了。放走这个头盖的盖都是砸。使劲砸。没砸上。要不我来砸坏了不付钱的呢。哎，好了。这样开着回去吧，走。啊，我肚子好饿，吃点东西。那我就开多了。真的是快拆吗？耳朵都冻掉了。问一问就喷快拆了。现在这车啥排气啊？你听过就知道。这个味道和这个声音，上面192感受一下。让我感觉我在金正曼出发的地方。